第十二届保险业保险杯足球比赛，而家咧先有请保险会会员部主席谢立。比赛第一，都系第一。一阵间大家落力，咁啊希望大家享受一个好精彩嘅比赛啦。咁啊，保险咧就今次本足球比赛十二届噶啦。咁啊，我哋去年嘅会员人数咧亦都突破咗12,000人啊！多谢大家嘅支持。發聲發力 ，OK， 交個時間俾我嘅康樂部主席啊 ，Steven 啊，好啊，一日好開心。喂，多謝各位參與啊。咁其實咧，保險除咗我哋有足球活動之外咧，我哋其實亦都有好多其他康體活動嘅。目的只一個，等同業咧喺其他康體活動裏面咧，都一齊喺度認識彼此，同埋我哋唔係一個競爭對手嚟嘅，彼此認識彼此交流一下。大步入直路，來回全球 ，Let's go。